美寮鄉公所過年期間舉辦產業推廣活動，讓民眾提發票來換黃油羹，推廣在地農產品。活動結束了後，鄉公所是把900多張的發票捐贈給花山基金會。另外，活動當中的布置會場的風車也開放給民眾提回去，希望把幸福來跟所有人分享。风车轮动，幸福发送，麦寮乡公所赞。麦寮乡公所过年期间，伫咧城乡公园举办“好好带灾心，幸福麦寮乡”产业推广活动，后边将提发票来兑换原油罐。活动结束了后，公所是将发票来捐赠予公益团体帮助弱势，另外嘛，要来将布置会场的风车来送予民众，甲大家分享幸福。1811年有办了松山公园吼，来办这个活动，初二、初三是200块。来换咱摇了赚50块，所以咱就发票拢来捐哦，咱吼花山吼基金会，哎吼弱势团体安尼。这风车吼，就是咱已经办活动办完咯吼，啊，所以讲咱城乡公园的时候，希望小朋友拢来送给咱小朋友来玩安尼。这个总共是收到900张的发票，全数是拢要来捐予花山基金会麦寮站，帮助因来服务长辈。福虎带财神，幸福麦寮城的活动总共收集到民众兑换的900多张的发票。那我们希望把这个发票捐赠给弱势团体，我们捐给华山基金会，让他们在造福老人服务的时候有更多的资源挹注进去。那也把这个幸福传递给这些弱势的老人家。就是今天非常感谢麦寮乡公所捐赠发票给我们，因为其实我们在地很需要，就是在地大家帮忙这些资源。对，那其实这些发票对我们来说帮助很大，因为我们平常要到长辈弱势的长辈家中去服务，不管是油资啊或者是物资啊，这些都很需要很多的经费，所以非常感谢今天麦寮乡公所捐赠这些发票给我们。风车的部分是伫咧麦寮乡乡公园内面，欢迎有介意的民众到现场去睇。今年是我们的那个幸福传递的一个幸福麦寮城的幸福年，所以我们在初二初三办的活动，我们有一些幸福的小风车做装饰。那这些小风车呢，它就是带动着幸福风，所以也希望说把这些小风车送给我们乡内的一些小朋友，一人一支，把幸福延续下去。即日起大家都可以到我们城乡公园去运动的时候，那如果有喜欢，那一人一支，然后可以带回家这样子。欢迎大家就是伫活动结束了后有时间来麦寮加大买咱丰富的农渔产品，促进咱的观光消费安尼，嘛让咱的农渔产业更加进步。麦寮有丰富的农渔产品，虽然活动已经结束，不过也是欢迎民众到当地佚佗，支持在地产品。记者王可山采访报道。